一点点的害怕呀。黄山兄弟，我完全能感觉到你的害怕，不过这样我完全没有办法查案。嗯，为什么？你要我怎么走？印象中几场戏跟他数得出来，就是大概四五场吧，是我跟他单独的两个人。那当一个这么严肃的一个角色跟一个他这样子比较傻憨憨很搞笑的角色的时候，这时候就会有一些冲突跟火花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我好不容易在一起演戏，我们要好好想一些东西给这赋予这场戏。所以我们会把那场戏搞笑一点，但是我是严肃的在搞笑，比较认真的。那他是哎那种的，那有一些就是出来的有一些很大的反差，很有火花。什么味道？是狐妖。我们去追他。不去。真的不去？不去。那你在原地等我。好办法。快点回来啊！